现在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了，咋？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，嗯啊哦 a 咋？真是够够的，瞅啥呀？一个字儿让人舒服呀。买。我是空，你的忘呀忘一忘的，假装心上心上一瓶。嗯，真好吃啊！嗯，真好吃。我不吃。喂，阿姨，哎，你吃饭了吗？搞这么多，能没带你份儿吗？是吧？干啥？你吃这份啊？你不吃没人吃。有人。各自做自己的饭，各自吃自己。一定要赢，还在冷战呢。13分钟后，肚子有点涨，上个厕所，找准时机。趁老公不在偷偷整两口，有点烫，比面好吃多了，再来口。假装没发现他偷吃，扶个远夹个菜，看样子冷战还得继续。Nice。身边路虽远，未疲倦，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。如过高峰，另一峰却又见目标。理想永远在前。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说一句话的。那你饭吃不吃？饭不吃。好的。啊？你一个人吃得完这么多吗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你要不去拿双筷子啊 ？Nice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
动你的心。挺大老爷们儿，他妈不正业，天天在家做饭，啊，不是瞧不起你，你能有我做的好吃吗？哎呦我的妈 ！Nice。这一个人啊，这一个人，我跟你家怎么上？媳妇儿在家，明天给做饭，我自己家吃去。我们大家微信啊，别误会，我想吃什么，微信告诉我，微信加你。嗯，那行，那好嘞。嗯？你回不了。你电话那个女的，你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？我真忘了。我那我跟他说句话。我问。滚！可怜好不好？我们再先将就一下。吃饭喽！我刚刚盛饭的时候，我发现里头是我的菜。哇，这菜真不错，糖拌饭。再看看我的菜，你嘴巴不说，他就会害死，宁可不吃。退后！我要开始装逼。干啥呀？啊，我订点吃的。你不要吃锅巴辣吗？啊，你给我做了呀，我没看见呀。哎呀，你干啥？啊。啊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难道丽姐眼睛瞎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你还吃你的外卖吧？你根本不会吃我给你做的饭，不是简直就……干嘛非要让我给你做饭？还特意点了荷包蛋？你说你整个我荷包蛋，你说你大早上完了你起来订外卖，完了你让我给你做荷包蛋，你说这荷包蛋我本来我就不乐意吃荷包蛋，这荷包蛋又酸又甜，我根本我就不吃素。完了你说还得甜，我血糖太高，我根本我就不能吃。你说外卖好吗？外卖的油好吗？你说非得点了个老外卖，完了以后又……不是你行了，闭嘴吧！我操，玩不起。好骚啊！我给你看个视频，他跳的老好看了。我看。BB, I'm a shit. 哎呦哇！他后面那幅画画的是什么？画的是鲜花啊。嗯。你睡觉吧，你把这打翻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睡觉，你把这打翻了！快查了！我王子就饿死，死外面从跳下，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。花真香，哎呀，花真香，哎呀，花真香，哎呀！你不能这样对我吧？干嘛呢？看书啊。什么书啊？《生物进化论》。谁写的？达尔文。好看。哇哇！美女，等一下。嗯。看我男朋友，等一下。
当然要拍照记录啊，他又不是永远这么无忧无虑。帮我刷一下啊。我太难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替我烧油，到底是橄榄油还是色拉油？七分热到底是多热？少许盐是有多少？适量酱油到底有多大量？天哪，我无助极了！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婆，我是一个合格的妻子，我不配进厨房。退后。我要开始装逼。兄弟，你瘦了。饥饿你啊。Nice。你干嘛？五个月了就想摸我的手，五年了你还不能想亲我的嘴啊？呸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看我干呀？手机响了，第一件事你不看手机，你看我干呀？那我不刚问。只有作弊的学生才会看监考老师，啊？谁呀？没有就。来拿我看看来。宝贝儿，明天有时间吗？咋的？要出墙啊，侯星啊？谁？我问你这是谁？那不你手机吗？啊？我手机呀？我手机？没事，你老瞎看什么玩意儿？我手机。你没事老看我手机干什么玩意儿？你